100年前、ある家族がこの地を開拓し始めた。後世に木陰を残すために、この古い家は、100年前から米島の一角に立ち、訪れる人々にこの地の物語を語る。清朝45年、来氏の先祖は、福建省、昭州市、平和県新田里から台湾に渡ってきて、米島石碑に定住し始めた。来氏の先祖は土地柄に合わせて、わらマットを作って売る商売を始めた。その後、50校以上の水田と関田を所有し、そして精米所を設立した。来氏家族の家業がますます栄えてきた。我们当初来到这里呢，看到门牌号码，想说，哎，为什么是巷？这旁边是很宽阔的。然后后来去查了一些相关资料，才发现原来这边其实当初是住满了人。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座啊，这个赖氏古厝啊，它是一种比较初期型的，就是它只有一个正堂。他甚至没有第一进的门厅。那到后来他人口稍微增多一点的时候呢，照说他要做两个厢房，他的厢房呢，照说他应该左边右边各有一个厢房，但是他也是没有发展成熟，他只有一边有个厢房，而且这个厢房看他的构造啊，好像还比正堂还算慢，所以变成是一个不对称的布局。所以我们这样讲哦，他是非常早期型的农村住宅，没有商业行为啊。这栋建筑的话，当年是我妹嫁来的时候，我就跟着她一起过来。以前进出从这个地方走进来，所以这两棵树就跟他们门神一样，一进来就看得到了。哦，所以他们赖家来说的话，这两棵树对他们感情是很丰富的。赖氏祖先の古い家は築100年以上、珍しい伝統的な闽南式のレンガ造りの建物で、2006年に歴史的建造物として登録された。他们毕竟是农家的一个身份背景，所以呢，整个建筑物是特别朴素的。正立面的部分，它只有做火库起，然后火库起之间有水车土。一般水车土都是我们传统民居作为表现建筑物的艺术价值，就会做很多的装饰。可是我们的主厝并没有，它就一个很素的一个水车土。赖氏主厝啊，就是用绮丽暗石，用很多。一般来讲的话呢，你如果全部都用绮丽暗石盖的话，会很贵。所以他们通常都是下半段用绮丽暗啊，因为比砖坚固。到了这个腰部以上啊，他就赶快换成了红砖了。有一个说法叫半厅红，那个厅啊，就一半是红色的，那是另外一半不是红色，有这个节省材料的作用。来氏の古い家は、米東区風神公園に位置し、古民家文化運動プロジェクトを通じて、官民共同で修復を行い、民家は100年前の姿に復元された。しかし、周囲の環境は年々変化しており、とっくに昔と大違いとなった。来家は、大概30年前、他们已经大概不做農夫了。农业行为消失的时候啊，这些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大的变化。この古い家は何世紀にもわたってひっそりとこの地に立ち、その存在はいつも子孫たちに先祖の徳と家族との絆を思い出させてくれる。据我所知道，就是说，像这个地方是祠堂的正身，那他们通常如果在拜拜的时候，逢年祭祖的时候都会在这里。但平常如果生活起居在吃饭或者聊天看电视的话，都是在隔壁这个护龙的地方，右护龙的地方。像赖家他们也有来这边嘛，然后他们人也都很客气，也是很开心，说这个房子可以被老房子文化运动，因为这样能够保留下来，而且可以再活化再利用。其实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场地，看到那个新田那两个字的时候，我被这座建筑物所深深的感动。我就那时候心里就有个画面说，哇，我来到这里交插花已经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对赖氏祖厝的期许也是希望说未来有更多人
来到这个空间，然后真的能够来这里悠游在心中的一亩田。我的创作题材都是绕着文史在走的。当时我妹婿他们家的这个祖厝，我觉得它是上百年的一个历史，我会用我的绘画的方式把它永远留存在我的画面里。所有的故事都要在这个房子里面把它陈列出来，所以我说它任重道远。以前それは家族の守護者だった。歴史の記憶と地域の輪が収められている。将来この古い家は人々の日常風景として存在し、すべての訪れる人をもてなすだろう。